Roommate 第八号房间，创作灵感来源于2020年初引发轰动的韩国 N 号房事件。数字八是案件中房间的实际数目。近年来，在韩国，骚扰、家暴、性剥削等恶性事件发生率大幅上升，两性对立关系甚至演变为厌女和恐男文化。通过探讨其背后的历史原因，我们发现固化的传统社会分工让日常生活中的韩国女性在职场、家庭等环境中受到不公待遇。然而，看似获利的男性群体实则亦在兵役制度、阶级固化、高物价环境中承受着巨大的事业和经济压力。因此，通过第八号房间系列作品，我们呼吁人们不要依据个体的社会性别对其社会职责进行刻板分工，而忽视个体的独特价值与意愿，借此传达对平等关系与和谐共处的期许。在三屏影像装置中，我们通过画面中带有隐喻性的物品与动态可视化的社会数据相配合，引导参与者进入到作品的主题中并引发思考。眼睛是影像画面中的关键性的元素，淤青的眼睛既是人们内心情感流露的窗口，又代表着遭受压迫的被害者形象。此外，我们通过采访、影片、社交媒体评论区等信息途径搜集了部分韩国男性和女性的语句，由 AI 生成人声并制作为背景音频，以更为客观的方式陈述双方遇到的不公、压力与困境。在交互影像作品中，我们采用了双人互动的交互形式，构建出不相容的两方虚拟实力，并在编程软件中进行了大量的视觉效果编程尝试，运用 Kinect 动作捕捉设备进行了交互流程优化与用户测试，并制作了最终装置模型。在装置的三个叙事环节中，我们运用了抽象化的视觉元素和表现手法，呈现出时代语境下的两性关系问题。我们试图用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与形式代入感，激励参与者在交互过程中深入地体会作品所传达的观念，在共创过程中感受自我，并在体验过程中寻找两性关系的平衡。第一环节中，装置左右两侧分别展现出类似人眼形态的抽象图形，一双眼睛象征着两性关系中的对立统一。第二个环节中，画面中纵深的嵌套的无数矩形象征着不计其数的房间，带领参与者进一步接近以 N 号房间事件为代表的恶性事件。第三环节中，独特的换位式交互形式让两位参与者能更直接地体验到对方的视角，模拟了恶性事件中施害者与被害者的关系。一旦两位参与者交换位置，第四个隐藏的环节即可开启，原本分离的两侧图像将会逐渐融合，出现五彩绚丽的绝美画面。参与者间的互动意味着原本沉浸于自身视角的对立双方开始换位思考并互相理解。在产品设计中，我们将报道过 N 号房事件的报纸视为重要材料之一，将其撕碎处理后融入产品。我们对石膏、气球、报纸等材料进行多种搭配与尝试，也对材料配比和产品塑形方法进行反复实验。产品的造型灵感来源于互动装置中皮肤般的纹理，我们将产品扭曲的外观、肉感的形态以及仿佛淤青般的肌理等元素运用在产品中，象征着饱受约束、压迫的被害者形象。在衍生品设计中，我们也再次运用了眼睛的意象，通过故障时的部分信息模糊化处理，引发参与者对缺失信息的生活化联想，以产生对两性问题的更多思考。在线上展览中，我们将运用全景 VR 的方式进行展示，观众将更直观地体验作品所呈现的效果以及展览氛围。Thank you.